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继续嚟荔枝角 D 二温商场优利行市集啦。今次咧就系新呼吸万活小屋嘅香港电档十大匠人选举2021年，我哋入场啦。一入到去，哇！咁样今次嘅市就系分四个区域嘅。我哋即刻去咗 B01 摊档先 ，B01 摊档超多嘢睇，就系东尼电机啦。睇下几多嘢买，超吸引。首先咧就要呢个啦，暖流银包有黑白两只色。即係有上邊東尼 BB 公仔，超可愛超得意，仲有今次嘅新產品彩虹 T， 俾你喺屋企訂彩虹。仲有呢個啦，懷孕酒杯有兩隻款嘅，同埋有啲金屬襟章有好多新款㗎，超抵買。仲有鞋入摩摩叉，除此之外仲有 Touchwood 有多款式任你選擇，同埋最受歡迎嘅動物獸章又有新款。扫一扫呢个 QR code 就可以上网投票噶啦，仲有其他嘅摊档我都好中意嘅，大家睇下。今次市集咧超吸引，喺 D 区嗰头咧仲有呢啲十大匠人嘅 file， 咁咧可以买佢哋唔同人嘅 file 啦，同埋嘅产品可以留念，即系款款都好靓噶，仲可以拎个波波添，系绿色添噶，免费。现场咧仲有呢啲表格咧，可以 tick 一 tick 就可以投票噶啦，慢慢拣啦。做咩寫低你寶貴意見，佢哋真係會睇㗎。咁今條片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去其他地方。Goodbye。